我们是什么关系呢？玩走啊你啊，多冷啊！恋人。哎，那手往哪伸呢？我捂手，天冷了。那你老往我后腰伸行，我往你后腰伸就不行。那我往你大脖伸。朋友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我过来了。哎哎哎哎，你等会儿等会儿，你这么大劲拽我，你容易给我拽卡了。你轻点儿的。我还能让你卡地上吗？等你要卡前，我就给你搂怀里了，玩我躺你身上。去吧，这怎么不我躺你身上呢？下回我哪做的不对，你就骂我。我还骂你？我心疼你都心疼不过来呢。拿不出来呀。劲儿那么大，你拿不出来呀？你这是事儿。好像比朋友更亲近一些吧。你喝多了。你彪啊！你骂谁呢？骂你咋的？一天我他妈惯你了、狗男女好咔，你脸红了，热我不信。我今天新买的，好看吗？那你换上试试，我看看。你觉得我咋换呢？我搁这怎么不能换呢？有的时候还真希望我们是一对狗男女。啊，那我回去见面去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打车回去了，太晚了。慢点。至于我们俩之间的真实情感，我总结以下三点：他会有他的生活，我会有我的远方。我要是走了，你还会记得我。拖啥呀你？就一点用不着。等我一会儿下午俩出去吃饭去。我们甚至没有单独约会过。还没结婚呢，咱们吃饭呢。快了。你上良心啊！我少请你吃饭了。你是不是要处对象？往外宅自己。没有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是不是？算了，我不问。我是不是啥？你倒说呀你。不说了。憋死你。我们扮演过情侣，也扮演过夫妻，今天我们扮演自己。这点你回家吗？回家。回家是那明天咱俩还下午见呢。行了，给我发微信。行。与真与假